子琪，哎呀，子琪，哎呦，你别生气了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爸这个人很难搞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完了，你怎么还挂脸上了呢？你爸真不是一般的难搞，我好心好意请了假，还查了食谱，一大早弄那条鱼，我容易吗我？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嫌弃这儿嫌弃那儿的，我爸妈都没喝过我亲手包的鱼，他们这是为了谁？ 什么人来惹我呢？不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让你消气了吗？所以说只能用这种笨办法。行行，你要是觉得不够的话，那我……你当我傻了？让我消气，明天你跪键盘就不错了，还想占瓶请我？那这样，来来来来，滚滚滚！那这样，等晚上咱们下了班回到家，关上房门，你给我一顿收拾，好不好？光天化日的，胡说什么呢？ 姐，为什么不气？但是我这个人越挫越勇，我就不信没办法征服你爸。行行行行，别气了，别气了，走吧走吧。我给你带了些换洗衣服，虽然明天要出院呢，还是洗个澡舒服一下。还有手机。哇，最新款的，我好喜欢啊！谢谢你。 怎么啦？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啊？就是好久没看你笑得这么开心了。好啦，是我不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先吃午饭吧。嗯。 白粥配青菜啊，这比我演出前吃的减肥餐还清淡哎！你虐待病人啊？你是个病人，就该这么吃。好吧。啊，好痛哦！我来吧。嗯。吃哪个？这个。 来，小心烫。 我今年的生日你没有来得及赶回来陪我过，啊，好吧，我知道你肯定原谅我啦，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句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过生日，等我好了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，没关系，我今年生日过得也不差，有别人陪我过，那就好，等我出院，你帮我约他一起吃饭呗，我得好好谢谢人家呀，嗯，来。 哎，对了，下周咱们约奶奶见个面吧。我是不是好久没有去问候她了呀？安娜，嗯，其实我公司有工作，我得回趟公司，晚上再来看你。那你别太晚下班啊，我可不想一个人在医院待着，早点回来。